iPhone 10的初第四相机脸部辨识，能分析脸部50种不同肌肉，然后以可爱动物表情符号来模拟脸上的表情。这段影片跟大家介绍如何自己录制可爱动物表情符号的模拟影片。开启讯息，写一封新讯息，然后随便打一个假的联络人，然后确认，然后点击这个 A 符号，然后往上滑，然后选一个你要用的动物 emoji，是猪，它可以及时追踪你脸部讲话的表情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哦，那你现在可以录制10秒的影片，点击就开始录制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点击就开始录制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那我现在按发送，因为是假的联络人，所以会发送失败。哦，你现在发送失败，你再点一下这个。点击就开始录制。你现在左下角就有一个分享钮，按分享。你现在可以直接上传到 Line 或是 Facebook 都可以，它会变成一段影片。你也可以储存到你的相机胶卷里。然后这段影片就会到你的相机胶卷里。点击就开始录制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你也可以在相机胶卷里面，然后再分享到 Line 或 Facebook 或任何 IG 地方都可以。